谢谢自由飞翔哥，我记得自由飞翔哥一直都很支持少吃肉。哎，梦看线的时候也很支持少吃肉，谢谢九八零哥，感谢九八零哥，谢谢，谢谢刘星宇哥，谢谢自由飞翔哥130个小星星。他也不会拉票，我们继续让他跳舞吧。他不会拉。谢谢自由飞翔哥。马仔哥阿广煮的肉这块也很屌，就像敖正成哥说的，他说三天就要扶墙走。谢谢不忘初心哥，谢谢不忘恩心哥，绍兴哥，谢谢自由飞翔哥，谢谢自由飞翔哥，谢谢，哎，谢谢飞下的来，我说谢谢你男朋友就好了，你的心上人，等一下，又累了，他跳累了，让他顺口气，给他拿瓶水给他喝嘛。
拿瓶水给他喝啊，等一下让他顺口气。他跳得很卖力，他是跳得很有劲的。这么久没来，才一年没落下。谢谢。好看还是嫂子？相逢哥，阿腿发财哥，阿福汉娶嫂子估计受不了。谢谢啊，先生。谢谢自由飞翔哥。谢谢啊，祝祝云。啊，谢谢，谢谢。谢谢分开。丽莎说，谢谢你男朋友。自由飞翔哥的最爱，若谢谢星云哥。谢谢啊，金云哥，谢谢啊。谢谢九八零哥。谢谢啊，金八零哥。谢谢任贤哥。谢谢啊，任贤哥。谢谢郑言哥。谢谢啊，郑言哥。谢谢八二三哥。谢谢啊，八二三哥。谢谢人生哥。谢谢啊，任贤哥。谢谢八八八哥。谢谢啊，八八哥，谢谢啊。谢谢球哥。谢谢啊，谢谢啊，球哥，谢谢啊。谢谢晴天哥。谢谢啊，晴天哥，谢谢啊。谢谢啊，姐姐哥哥们。哎呀，我听他说中文确实费劲啊，因为他不是主力嘛，我们就没有要求他太多的做那当。花费太多的时间啊！请赐我一个小星星，请赐我一个的光晶，如果觉得我变人好，请赐我一个小星星，不要让我的第四和第三。请赐我一个小星星，动动你们的小指头，请赐我一个小星星。喂，他说的可以啊。马仔哥阿广这么久没女朋友，估计给我吃不消。我要这么厉害就好了，不行啊。没娘。嗯。马仔哥玩了，不着。嗯。啊。马仔哥，快点啊！马仔哥，我快蹲不明白了，那么又养不来。那个彩彩妹大笑。甜蜜。啊，甜蜜。好了。他们啥都懂哦。家人们，轮到小西了，跟自由哥好姐。来了一百米给，好的，稍等一下，我们比完小西的就给他啊。自由飞翔哥，稍等一下，我拿给他。这自由飞翔哥以前也打赏过小蜘蛛。无论你朝见夜见都不够，留在凝望台望清楚感受。还是你左扑右扑都不够，凭食意全什么都占有。全日爱，全日爱，离合每天接定赛。含泪爱，热爱，谁又了解怎么爱？凭着爱，全为爱，难道理想国便会存在？谢谢自由飞翔的支持度。家人们喜欢小西的可以支持一个小星星，谢谢零零八哥。谢谢八八八哥的小星星。感谢七六零哥，谢谢啊！又碰都不够，凭胜与热情什么都占有。谢谢蓝关哥，感谢蓝关哥，谢谢啊！
爱一定没难度，那一应用爱你爱天比苦恋更好，留一丝眼泪用来绿化沙漠没难度。还有一分半钟跳，他说不到你那么流利拉票啊。谢谢陈哥的小心心，谢谢深深哥，感谢深深哥，谢谢啊。支持一下小心，好的，一下过个要支持一下小心嘛。看他能不能有人得奖啊？他没有得到第一名，可能第二名，2400接近。好，那他能得这么多票吗？他几千票了，他现在他是第二名，1227，2407，3634票。哎，要接手戏的弟弟，一下哥哥接手戏的。嗯，给阿广助力一下。好的，谢谢一下哥哥。还188票掉了是吗？有掉地了吗？掉地了我就给他加进去。188票。188。3800。现在3822票。哇，现在他是第一名了，现在他是第一名。小西第一名。好，我加进去了，任贤哥，我把那个188票加进去了，现在他是3822票。他是第一名。还有娜娜，爹，叫的三千手。啊，你的叫不过，啊你的。爹，带的爹。快跟着你了。还好。现在轮到谁了？还有娜娜一个人啊。还有赵天了。请继续我一个小谢榜，谢榜，谢谢888哥，谢谢啊，888哥，888哥，谢谢，谢谢00发哥，谢谢啊，00发哥，谢谢星云哥，谢谢啊，星云哥，谢谢蓝云哥，谢谢啊，蓝云哥，谢谢760哥，谢谢啊，760哥，谢谢蓝端哥，谢谢啊，蓝端哥，谢谢任贤哥，谢谢啊，蓝贤哥，谢谢文仔仔哥，谢谢啊，文仔仔哥，谢谢一笑过哥，谢谢一笑过哥，谢谢曲中人哥，谢谢曲中人哥，主追阳哥，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哥哥姐姐们对我的支持，谢谢威哥哥姐姐们威武霸气，谢谢。谢谢哥哥姐姐们威武霸气。谢谢。就是啊，轮到娜娜了，最后一个娜娜了。娜娜，这。拉票，请支持我一个小心心，请支持我得冠军。如果觉得我别人好，请支持我一个小心心，不要让我得第三或第四。
姐姐是我一个小星星，动动你们的小嘴头，姐姐是我一个小星星。等一下，他们那就自由飞翔哥睡觉爽谁哈？我把这个自由飞翔哥打赏给少数过的，一百米拿给。来加了。哎，很快吧？他总是喊不出来，我是就叫你男朋友好了。这是妮莎说的，就叫他叫他男朋友好了。能等我加了？给，坐。要脸红了。能坐脸红了是吧？谢谢啊 ，Fan Koi。他说谢谢我的男朋友，谢谢他的男朋友。最快爽神，爱你哦，么么哒。ที่สร้อยค่อย 250,000 ไอ้หนีโอโมโมตาจุ๊บจุ๊บ เขาจะ打赏他谢谢他打赏他了25万老币 OK 就轮到娜娜了小可爱自由飞翔哥你要上麦是吗等一下自由飞翔哥你要上麦啊我们比完了等一下让你上麦现在
是3933票，他现在剩他前面一轮500票，4433票。娜娜，我们先谢吧。哇，热一把就得了第一名，3900票。娜娜。谢谢榜。他说今天好开心，好嗨，今天。大家妹子们，他说今天好开心。谢谢文仔仔哥，谢谢文仔仔哥，谢谢八三哥，谢谢八三哥，谢谢759哥，谢谢759哥，谢谢888哥，谢谢88哥，谢谢重庆小面哥，谢谢重庆重面哥，谢谢蓝端哥，谢谢蓝端哥，谢谢任贤哥，谢谢任贤哥，谢谢980哥，谢谢980哥，谢谢平哥，谢谢平哥，谢谢767哥，谢谢767哥，谢谢星云哥，谢谢青龙哥，谢谢晴天哥，谢谢晴天哥，谢谢球哥，谢谢球哥，谢谢突破哥，谢谢突破哥，谢谢海森林哥，谢谢海森林哥，谢谢来去哥，谢谢来去哥，来去哥，谢谢秋日哥，谢谢秋日哥，谢谢来去哥，谢谢来去哥，谢谢哥哥姐姐们对我的支持，哥哥姐姐们威武霸气，谢谢。他们最后是娜娜4433票第一名。小西3822票第二名，彩彩妹3751票第三名，妮莎3287票第四名，若2233票第五名。哎，妮莎说什么？她说要有男朋友帮才能得第一名。等一下，我把奖金发给他们，就让自由哥上线。小西，两个哥姐姐们，相信我会努力的。光金，谢谢阿光，谢谢哥哥，谢谢哥哥姐姐们让我得冠军，我会。技术加油，谢谢啊，谢谢哥哥姐姐们让我得冠军，我会继续加油的。好，我们也先要自由飞翔兄弟上麦，我来拉一下啊。若妈咪飞下要发的笑，我说若在前面来，你男朋友要跟你聊天。哎，他说有男朋友在前面，你嫂说没有男朋友的装备，自由飞翔兄弟。你咋搞笑了啊？你咋？他说今天好开心，好嗨哟。哎。我还是邀请了自由飞翔兄弟，你能接到吗？自由飞翔兄弟也可以，好像也可以申请，有个也申请连线，能接到吗？自由飞翔兄弟，自由飞翔兄弟是，我看一下你后面是不是有个尾数，你的名字是182174，能接到吗？我再分享一下给你啊。
分享给你啊。哎，怎么太频繁了？邀请。爱你哦，咕噜狗。啊，不对。哎，邀请太频繁了。咕噜狗。你能接到这位飞翔兄弟？你能刚才接到就邀请的吗？今天直播间氛围不错，对，今天大哥们都在，这个气氛很好啊。自由飞翔兄弟，你能申请一下吗？我刚才分享第二遍的时候，他说这个分享太频繁了，若有点激动。他说这个分享太频繁了。哎，上来了 ，OK。自由飞翔，你好，打个招呼。打个招呼。你好，大家好。大家好，什么自由？我叫小肉啊。哥哥好，哥哥好。哇，他们惊呼了。你好。直接视频啊！我的天哪。Hello。啊 ，Hello。三百里不少。三百里。啊，有什么话我可以跟他说，自由飞翔兄弟。那妮莎直接说求婚。啊，帅哥，请说话，或者若请说话。好。若，两吧。若害羞了，马开吧。他说喜欢他吗？自由哥也说不出话了，自由哥。马老开变咩呢？他说过来娶他做老婆。变娘不到。他说怎么不说话？自由兄弟，哎，没声音了，是什么问题啊？有在说话吗？自由兄弟，脸红了，他是不是在说话？激动了，还是没说？还是这个连线出现问题了？哎，现在有点那个声音了，能说话吗？可能麦有问题。自由兄弟能听到我们说话吗？不免傻呀，不理我。重新连，我重新连一下，重新连一下哦。顶麦啊，老爸不可能面，老爸不行。我们重新连一下。自由哥线上线速飙升，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了，看嫂子看呆了。线上线速飙升，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了，看嫂子看呆了。啊，能听到吗？听到，您听到。啊，好，你这个，不要紧张，兄弟。看得到吗？啊，能看到了。能看到的吧？对。不紧张啊。啊，你有什么话要？不紧张。好。网络有问题，网络，啊、你那边有点卡。嗯，还能勉强能连。你要拉连线上麦。不是拉的连线上麦啊。对，连线上麦我就看得到。啊，你们能看到我们直播间吗？若受不了了，激动死了。啊，可以说了，应该可以说了吧？
能听到吗？啊？可能信号不好，可能是哪边的信号不好，没声音。信号不好，信号不好，我们这连不了了。连不了的话，我们有悄悄话，或者明后天，或者后续再连。能听到吗？可能是哪里的信号不行，是我们直播间你们看的卡不卡？啊，那就如果唱首歌给自由歌听吧，因为我们连不了啊。唱歌啊，唱首歌吧。那我们就是听不到你的声音，兄弟们，兄弟。不卡啊，信号太差了。飞翔哥这说话我们啥都听不到啊，就如果唱首歌吧。唱歌吧。OK， 唱首歌。再听，下面偏金金偏。现在若找个，偏的来，快点，偏的梦梦的，偏的沙巴的呢？不让我偏，我哈，我跟他说，我是要唱那种欢快的、开心的歌，啊，就是不要唱他这个。丽莎说不能唱那种心碎的歌了啊。送完了，发给我了吗？让罗中做哈。连线取消掉哈。我先取消掉啊！哇，你都到，你这龙都到啊！已经关闭掉了。我给他这个音乐找出来啊，已经是他发给我了。嗨，你好，你好玩唱歌，唱苗歌。
起走路，我有东哥哥若不有的力哥哥路还把日乱起送给自由飞翔哥，这片地吗你？他说我第一次见到你，你好帅，这首歌的意思还没讲义。他说我想做你的老婆，我就是爱你一个人。哇！丽莎说我还没有老婆，她说若已经比我先一步有老公了。啊，我翻译出来了，兄弟，祝生兄弟啊，今天晚上真的是精彩绝伦。马仔哥，若今天有这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对。今天气氛非常好啊。我们哎，老哥，你要不要连麦跟茶妹聊一聊啊？哇，连麦吗，老哥？哎，茶妹主动邀请你连麦吗？收到，你翻译。啊，什么自由分享哥？嗯，我要我翻译啥，兄弟？老哥连麦吗？老哥连麦吗？我想看你。他想看看你喽。哇！好的，自由飞翔哥的100块红包已经发过来了，老哥要鼓起勇气，老哥不连麦，老哥不连麦，若那茶妹就唱，一等就是3年多，那这茶妹唱首歌吧，唱首歌，谢谢老哥这么长时间对他的支持。我不唱，我怕老哥点麦。我 OK。他说唱那个等一年多的。恭喜自由飞翔兄弟，老哥唱首歌，老哥要不要唱首歌，点麦唱首歌，老哥背景音乐，我你怎么知道他在找，我在准备给他，我已经找出他的音乐了，他的伴奏了，老哥点麦拔牙好了吗？啊，广告说是自由飞翔哥多大六位地方直接是老婆当面找嫂子聊 OK 啦 OK 啦好老哥你和茶妹先说说悄悄话我马上就来
给你。好，非常好。坐坐坐。我们先找个背景音乐。安静。你好。来，阿广。你好。把我的凳子搬走了。哎、今天又穿的古装啊。他们穿的古装汉服。相当好，相当好。今天你们是哪个妹子出场啊？这个来。嗯，你们那个主力血长了。主力，你都不跟他打，我怎么叫怎么？过来一下。你们不是有两个主力吗？有个香蕉妹。本来叫他给你打的。谁嘛？都不叫他来。阿爸，这是阿爸，随便你安排啊。所以这是尊重你的意见啊。来，闭麦。OK。哎，他们都知道按键的直播间点过来了，他们有时候，他们也能看出来了。方哥哥。我都忘了。天天的那个。谢谢永不磨灭哥，感谢永不磨灭哥，谢谢啊！都不够，恒星与热情什么都占有，全日爱，全日爱，离合每天接力赛，谈论爱，炫耀爱，谁又了解怎么爱？凭着爱，全为爱，难道理想国便会存在？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票打在嘉诚上。台下14人家们帮忙过嘉诚。阿黄总是把716个读成716个。好的，永不磨灭哥，我注意读准一点。小星星过嘉诚，感谢过嘉诚。大哥们，动手一把，发发的手中一发。谢谢隔壁大哥的小星星，谢谢啊。谢谢。你下次我刚才是找音乐，一下子没放到。谢谢聪仔哥。感谢聪仔哥，谢谢。谢谢聪仔哥。感谢聪仔哥，谢谢。家人们，平安是家成中。家人们，平安家成中，就可以发配。不好意思，刚才有个大哥的票我们看到，谢谢726哥。感谢726哥，谢谢。大哥姐姐们，支持我一下，发发的手中一波。谢谢开开哥。感谢海海哥，谢谢。谢谢冲仔哥。感谢冲仔哥的保时捷，谢谢。谢谢开开哥。谢吧，谢谢冲仔哥，感谢冲仔哥，谢谢，感谢冲仔哥送出保时捷大队，谢谢，谢谢开开哥，感谢海海哥，谢谢，谢谢726哥，感谢726哥，谢谢，谢谢610哥，感谢610哥，谢谢，谢谢007大哥，感谢007大哥，谢谢，谢谢永不磨灭哥，感谢永不磨灭哥，谢谢，谢谢曲中人哥，感谢水中龙哥，谢谢，谢谢沉默哥，感谢沉默哥，谢谢，谢谢八八哥，感谢八八哥，谢谢，谢谢515哥，感谢515哥，谢谢，谢谢各位大哥对我们支持，谢谢，谢谢大哥们来五八七，谢谢。好，开麦了，美女。差一点啊，太精彩了啊！今天是这么厉害呀、啊，这么厉害啊！哎呦，好久没，哎，大哥们，谢谢大哥们支持太多了。你这来做一个什么惩罚啊？哎呀，这么多吃的。你们那边要做什么的？唱个歌吗？唱歌啊！嗯，好了，好的，我再来唱一首童话吧，好吧？好。在中文说。他会说中文吗？谢谢。他这个会说，这个会说。这么厉害。他之前去过中国打过工的。哦，那他一个人敢去打工啊？他去中国捡废品啊，去。跟我妈妈一起去的。哦。跟他妈妈去中国捡过废品。
伴奏的可以吗？伴奏的。喂。唱一段吧。对，同发是首高难度的歌，他说唱得不错。高难度吗？对啊，同发他的音很高哦。那个女的来唱就好点啊，男的唱是高音啊。你这个妹子认识我吗？我们直播间有人说她认识我。认识阿广吗？她应该都看你们直播了，看的。只看直播认识的。看你们直播。好、啊，那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了。好的，拜拜，小红，拜拜，一路长虹，欢迎天使美女，非常感谢各位大哥对我们的支持，谢谢大哥们为五八七，谢谢，欢迎天使小姐姐，欢迎天使小姐姐。903个先录好对的口型，嘴巴没动，真的是这样吗？还是林哥，你说他认识我，他真的认识我吗？自由飞翔哥，若还卖不卖水果？我问一下他。若，欢迎叫躺叫，再点点开麦不？他说没卖水果了。ตอนนี้กำลังหายใจ他在卖他的心
我的中国心，洋装成了。你少调侃我说我没有弱这么厉害，就很快就有老公了，我还没有对象。那老婆到快了吗？快不？要老公吗？先找一把我的一切，然后我们拉了拉了拉了老公，那老子妈跳不跳台，你不跳老妹不？欢迎你来玩，买羊快没？他说要你来看，老婆看看他，叫他说卖水果中文，卖水果，叫他帮他看看。卖水果，嗯、开马卖我怕啥？开马卖卖水果，卖水果。又很想说，做胆子大不怯场。对，哎。人民社卖。顺妹妹娘，小若啊，水果妹，妮莎，你叫妮莎好聪明啊！她说若有小号了，她说叫水果妹。自由飞翔哥今晚睡不着觉了。哎，哪个不接了？水果妹，水果妹，采茶妹，采茶妹，采茶妹，欢迎忠义良哥，家人们有免费的人气票帮忙送一送。一支中华的声音，就算生你想卖肉的，这人家卖水果。家人们有免费的人气票帮忙送一送，谢谢社飞七志哥的人气票。哎。生烟快啊，他是我的证明啊。陈教授，我的大名陈教授。你好陈教授，我是陈教授。我姓陈。陈教授，我是王陈。谁说的？我是小龙。这个就是还是采茶妹说音说中文说的准啊。他说我是老婆陈教授，九七五个教授若唱首歌，若再唱首歌吧。好的，香粉哥让嫂子再唱那首那种牛奶的歌 OK 可以啊。哎，他还有一首歌好听啊，好像他能唱吧，我看一下。哎，嗯，忘了的。嗯。嗯。天地呼就会唱吧，听这个歌。哎，这首歌也好听啊，这是热的，也是热的个看家本领。他说这知道这首歌我喜欢听，是不得过。采茶妹说，啊，等一下走个秀，我们唱完歌，唱完这首歌可以等一下可以走秀啊。嗨，你好，你好，我唱歌，唱苗歌。老哥，茶妹中文可以对话了，没有那个水平，还没来那么到那个水平嘛，还没有啊。啊，站着唱吧，站这样吧，站着唱。
说给爹写爹有么个都顾那哟牡丹一起在我哟好路这盘说老着么长得那家有个长得家共个都冲四周努努好路线都忘记空路小沙铺秀吗？
好，没故事唱不出这个味道。是的，九七五哥，自由飞翔，你单身可以来老屋，是吧？欢迎你来老屋。要搞怪了，漂亮，漂亮。哎，娜娜还没唱歌，娜娜也唱首苗歌吧。刚才我们都沉浸在若美妙的苗歌声中，我们娜娜也来唱首苗歌。娜娜今天还没唱苗歌。这个李子王子很关心娜娜会不会唱弱的这首，很关心弱会不会唱娜娜的这首民歌，这首苗歌。但是我是问的啊，弱是不会唱，没有学过。
真的吗？啊，站着唱吧。Hello。还是茶妹好看。谢谢。哎，我来录个屏啊，我录个屏，稍等一下。OK， 你录个屏。我录个屏啊。你不录我。你很漂亮，我没录你啊。家人们，我录屏期间，我今天不说话啊，我为了录屏的这个纯正。OK 了吗 ？OK 寂寞感觉
各位大哥各位家人们，那我们就是今天播了快四个小时了，我们就是我等一下还要加班两个小时把这个视频剪出来，一个视频啊，大哥请妹子们买衣服的视频我要连夜剪出来，等一下不能耽搁太久了。嗯，就是我们今天就播到这里好了。啊，各位大哥各位家人们，今天已经很晚了，大哥们家人们都已经很累了，就早点休息吧，我们就是今天就播到这里了，谢谢各位大哥，谢谢各位家人们，再见，拜拜，拜拜，大哥蓝山哥拜拜，七三四五哥拜拜，明显哥拜拜，蓝端哥拜拜，鹏刚哥拜拜，徐志仁拜拜，有视频必须做好的下个镜头，鹏刚哥拜拜，拜拜，谢谢啊哥哥姐姐们，谢谢啊，谢谢啊，谢谢云雾，有大拜拜，下啦，下啦，晚安，谢谢云雾的小星星，再见，拜拜，谢谢海森林，拜拜，下啦，谢谢鹏刚哥的棒棒糖。